早就有这个想法，就是在毕业典礼上弄一个特别炫酷的造型。然后在网上看，我刚好看见这个发型，我是留的长发，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发型。那天我被老师称为移动景点，然后之后我站到那个台子上领毕业证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笑，包括我们的院长呀也很开心。我觉得大家笑的话，这个效果就达到了啊。其实就是不想让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。